那个溜溜扣一下好吗？我哥们跳舞啊。走进周三频道，把我的关注点点，点一下我的关注啊，宝宝们。那个，海绵体膨胀了吗？把我的关注点点，欢迎新来的小伙伴，谢谢送礼物的宝宝，谢谢谢谢小鱼，谢谢，然后感谢送我礼物的宝宝，谢谢。看不见，退出一下再进来，可能就能看到了。
推下来进来可能就好了，然后我继续再给你们跳。我发现你们好热情哦，可能你们的血液都在膨胀吧。慢慢跳个快节奏了，让你们疯狂一下，把我的关注点点，点点我的关注哦。
好热，好热，我们开空调，好热，把空调打开。大家看我的公主点点啊。Check it out. I drive these brothers crazy. I do it on the daily. They treat me really nicely. They buy me all these ice. 大家点点我的关注啊，手机会在我的头顶上，电脑会在右下角，把我的关注点点，宝宝们，点点我的关注，我是饺子。啊，好热，头发都快湿了，喜欢吗？喜欢吗？是不是现在有一种那个海绵体膨胀的感觉？怎么办呢？让我来教你左手加右手啊！我的舌头很溜，谁说的？我这么淑女的人舌头会很溜吗？把我的关注点点啊！手机用户在我的头顶上，一个黄色桃心里面的加号就是关注我了，电脑用户在右下角就是关注我了。感谢白枕英雄，谢谢。好热呀、饺子饺子，你的手指甲为什么不对？对哦，我的指甲本来是一样颜色，然后那个过了一段时间水太多了腐蚀了，然后中指就没有颜色了。感谢六档，哇，谢谢宋浪，谢谢，谢谢宋浪送的礼物，谢谢。还有一分钟的时间，我继续给你们跳啊！感谢苏杭。然后下一个，我们的衣服试穿，不问你们了。问你们，我知道你们喜欢不穿。还有一分钟。把我的关注先点点啊，感谢宝宝送到礼物，把我的关注先点点，手机用户在我的头顶上，我是饺子，如果找不到我的话搜索饺子就好了。手拿开，好的，马上就拿开。时间来不及了，还有20秒，20秒就不跳了。把我的关注点点啊，我是饺子，希望大家玩得开心，玩得快乐。那个膨胀的话记得就出来，要不然的话出不来会难受的，憋着会很难受的啊，记得一定要出来啊。我是饺子，拜拜。